宝贝儿好了没有？还没，你再等我一下。好。三哥，看下我这裙子好看吗？哇，挺好看的，挺显身材的嘛。帮我拉下拉链嘛。哎呦，你这都没用，拉链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哎呦，我不是想跟你亲近亲近吗？哎呀，你可是我老婆闺蜜，老婆快点。啊，什么快？我这个裙子怎么样？好看好看，弹力又大，大肚子都给你包起来了，腰是腰，腿是腿的，真漂亮。哎呦，老婆这个不好看了，这个走在街上别人都笑死了，你这什么闺蜜嘛？老板娘，老板娘。有没有适合我老婆穿的裤子啊？有啊，这里来一条新款，就适合你老婆这个肚子大的呀、腿粗的人穿。这裤子这么小，等一下你撑破了又得赔钱了。哎呦，是我老婆穿，不是你穿，怎么这样子呢？你这个人，哇，弹力挺大的，老婆，你去试一下吧。我真的能穿吗？能穿的，我们这一款200斤都可以穿的，美女。等一下我再去找个上衣打一套。好，老公，亲亲，你们再等我一下。好。一点眼光都没有，喜欢这种肥婆。老公，你看老板娘给我推荐的这个裤子怎么样啊？还怎么样？你看把你腿儿显得又长又细，可好看了。是啊，这个弹力还很大呢，一点不紧，一点不累，跟以前买的裤子都不一样，还是这种高腰的。你看我这么大的肚子都是可以包起来，我这样穿看不出来我有140斤吗？看不出来，这样穿起来看着就像100斤。那好，这个裤子我好喜欢。我就买这个好不好？可以，给你买2条好不好？走走走走。